吃完这个，我给小山拿的油，这吃的跟那个街上卖的酥酥的，给孩子油，嗯，油油油油，嗯。都有都有啊，买的有。中你个奶，你个两万吧，奶奶，俺上去的啊。哎，上去。好。好。好。嗯。上班哈。上班。就是吃毛蛋，就是单面吃那个，就那种带鸡娃那种，是吧？嗯。这个奶奶吃是带毛的呀，还是不带毛的呀，奶奶？带毛的。啊。鸡娃的。嗯。我脏。我拿一点儿的吧。朋友们，看我们的市场卖的东西全不全啊？特别是卖那个服装，就是生活用品的哈，然后鞋子呀、袜子，然后洗护用品，还有这种厨房围裙什么的。那边的一条街呢，都是卖那个就是鱼水，就是鱼呀什么的水产品。嗯，还有很多条街呢，到时候可以带大家一块去看一下。前面主要是卖菜、卖肉、卖鱼的，是吧？嗯。走吧。走，还有卖馒头的，先是。逛一下啊，今天跟着我逛个街。今天我以采购的形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市场啊，给大家看看和你们那边的市场一样不一样。可能介绍的并不是很全面，它也只是一部分，想介绍完很难。因为这市场太大了，嗯，我们县城最大的一个市场，走吧。这是我们市场的另外一个入口，看一下上面茶鸭山商贸城，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这边的市场平面图，区域挺多的，细分的也非常的全，什么种类的都有。Hello。你干啥嘞？那孩子也不知道几子也不见了嘞，这是见了吗？见了，见瘦嘞，瘦了吗？嗯，减肥嘞，我没有减，我光要减肥，你看他肚子，哎呦，我光要减肥，孩子带的嘞，是不是？那个上午来咱家吃饭吧，不去了，姐啊，不去了，都过一天去找你买鱼，对对，买我买甲鱼到时候，是以后那俩孩子嘞也都是。俩孩子你又忙嘞，我也好长时间没见你嘞，那年把他嘞，嗯，那俺哥抱上，我说那这买这娶的也不见了嘞，成天带孩子搁家里。咋弄呀，俩孩子。俩孩子没事，老有闺女，人家带你们去。怎么这不管也不懂啊？吃饭过去吃饭了呢，不去了。等不吃了，不吃了。走鱼吃。哎，不去了，姐，我上那买鱼，我走。好，我过去哈。我走，你慢点姐啊，好。等会儿找你买鱼啊，好。一进市场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糖桃荔枝的香味儿。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在这市场上买糖桃荔枝的。你的意思就是说先安排一个？可以。我这桃也烧了。嗯，这大的咋卖？大的，哎呀，这一天十来。嗯，十来呢。大的是好薄一些，肉多一些。对。嗯，我一进来，这闻见的那个香味儿。嗯，俺小孩喜欢吃咱这个栗子。走，买十块钱的。嗯。十块钱的吗？嗯。买多少年了？天天俺上学那时候都搁这。十块钱。嗯。香草栗子，谢谢。哎，这个刚炒的香得很，香嫩的干果，又面又香。这当梅多少钱一个呀，老板？25一个是吧？好，咱要不要弄一个呀？当梅买一个不
你后面是通蟹通庄区，知道吗？你看你旁边的蟹盒，都是蟹盒的蟹。卖蟹的，还有正人蟹。你看他上，他这个东西，他那他在管口钓吧？这个不让口钓，他就要这个整东西啥子，没他给我口钓，我接的。小孩都比较狂，比较调皮。你看，料都差不多，这一样腿，这个好像比他大一点，是吧？我去年给早晨买一双那个，买一个就是戴那个红山的帽子弄上去的。红山坏了。红山坏了，帽子可以戴吗？这头刺夏天戴的，然后两边还可以打开，可以。我要米黄色的吧，米白色的，像这种。这是好像是特殊的工作人员是吧？特殊的工作人员。买个黑色的呢，你看吧，黑色的，你试试。黑色的，它这个也可也不会掉吧？其实，这夹子好夹子是吧？黑色的也可，对吧？我以后这个啥价位啊？这个也十五块钱。我之前有了一个这个粉色的帽子，就是骑车的时候它容易掉，对，老是刮掉。你看姐这个地方哈，东西还挺全。要帽子有帽子，要防晒衣有防晒衣，里面还有衣裳。这是瑜伽款是吧？瑜伽款，那我看他夹的也可紧，就这个夹的也可紧。但你戴个身上，它不是保险鞋嘛？你都刮大风了，还白事。啊，我的帽子老骑车，它老都刮掉了。张师傅，开车注意点哈，我是乘客。没事，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这开的还好是个两人的，你要开四人的，我得捏一把汗。你怎么办呀？我开得很稳啊。刚才那边都是生活日杂百货，这再往里面走，朋友们也看到了，那都是一些卖菜的，是不是？那个心心相印的奶，再来一件，再来一件。对，这里面是卖菜卖肉的。叔。再提一提，还有来了。喝的不错，喝完了，很抢手。三十五的。那种混合的，还在那几月的啊？对。它保质期多长时间一般？到九月的，四个月。四个月是吧？快过保质期了，你喝进去。主要这个东西吧，咋说的？面气的也好，这味儿也可以。它的原材料就是花生啊，还是有其他的呀？花生有。有花生。有燕麦。有燕麦。还有一些其他元素是吧？有糖。还有香精。它这是中国国家代表产品。是的。可不是神做的。是的。这边就是卖干菜的，看见没有？各种土山干菜调料，我们平时买辣椒、买花椒、八角。都在这儿买的。都在这儿买的。这是卖火锅底料的，丸子什么的。这也是个干菜批发，在这买东西买的比较多。我手指的这里面这条街是卖肉的，卖鱼的，卖海产的。这再往里走，就是那天，咱爸一块儿那个视频里面哈，就是买菜那条街了。这边天晴了，然后就开始出来摆摊了。市场很长很大，我们现在以骑电动车的形式，从头到尾给大家转一圈啊，转一圈打个头啊。主要就是今天我们买东西的同时，给朋友们整体的过一下，让朋友们对我们这边菜市场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个门并不是终点，就是门里面门外面它都是集市，无非就是这个门到底的话它会关闭，不让那么多人，不就不让大车进去。这里面这个小道是那天我爸在这个小道里卖菜，这个小道也非常热闹。再往前还是卖菜的，我们走一圈。这会儿赶到学生放学了，很多家长过来接学生，接学生的时候也会买一些菜，所以这些大娘大爷们他们卖菜还没走，等到这个
学生见完家长，就是家长见完学生之后，可能会就撤了。就十二点以后就会收摊。对，对，这会儿还不到十二点，因为这边有那个家长，就是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过来接学生，接学生的时候可能会买菜。你看，嗯，这街很长的。你看这边有个海家牛羊肉店啊，牛羊肉店，咱们过年吃的羊肉、牛排都在这儿买的。对。便宜，自己家的羊肉、牛肉，自己养的。这会儿凉快了，你看，嗯，都没收摊，非常长。还有这边自己种的那个瓜果之类的，啊。这磨坊咱卖的，大爷。他不要这个吗？不是。这不也是磨坊吗？是的呀。那个扁的，那。就是进那种那骆驼呗，就那竹篮子。有啊。竹篮子都搁哪嘞？这有呗。嗯，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那边还是进的，是进的。这一个竹，这会。算圆喽。这俩一样的。俩一样。你看看一样没一样干？现在扁的得扁多长时间？得扁一天吗，大爷？都得一天。得一天。你打几天广告，你那么想个七八十的？对。这给你要40块钱的都不多。这个是60，那个大点60。嗯。大这那个太大了，这个。这个正太近，我家这个钱别这种。这俩是一样的，是吧？一样。那听着不是自己弄的吗？这是搁辽宁发过来，这是。那是高粱是吧？我知道。咱这的高粱根儿，嗯。所以说，咱这长3个月，人家得长7个月，人家听着没窟窿眼。啊，我知道，人家是咱们这就这个皮子。这是国牌吗？这都是国牌，国牌。这是一个国牌，咱卖的。这25。25。这票的这。票10块钱一个。10块钱一个。你见这俩股东票呀？不是。他不是股东，就说，很多人他想用这个。你说这东西想欣赏他的，你找不着，但是都跟我这找着了。相当于是葫芦把它晒干之后，这去年的葫芦还得。哎呀，对，我跟你说这咋回事吧？这东西呢，你就在一瓢水，把缸里，它不沉底儿。嗯，这里是。你碗面那个啥东西，它就。嗯。他们他能拿的环保。这个很常见的，小时候都用那瓢。哎，对。小时候用那瓢。这是自己种的葫芦吗？那不是自己种的，你上哪弄啊？这是婆子弄的，婆子运送的。这都我自己拿的。是我的，要大的要小的，你担着呗。好。要买个吧，好吧。买个篮子。嗯，买个篮子吧。我都给你付钱了。七天的工，这一个得多少钱啊？一个120。哇塞，你这。你看，我去的你就知道了。漂亮。这是啥芦苇吗？茅草。你这做工重啊，这八斤呢。一百二也值，就是入。七天的工，你那没算一天可多少？是的。我跟你说，长沙人民公社。嗯。这两块的。嗯。都有我的这。哦。我搁这街上转半天嘞，我就想买个就是扁的那个帘的。那都。你要扫微信方便，我给你微信。不是，扫微信到我。就到小孩手机上了是吧？啊，明白了。快转了半个街了，终于买了我想买的东西了。转出去了，都已经转到菜市场边缘了。这又回到菜，就是说我们这条路的终点就是刚才我们进门的那个有门牌的地方啊，就相当于这一大长溜都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市吧。多少钱啊，哥？多少钱一斤？1元1斤。1块钱1斤。这条街是卖肉的，牛羊肉。就是各种肉啊，家禽是吧？对。还有牲口的肉。这边也是海鲜批发，还有小龙虾之类的啊。这头上是卖那个家禽的，鸡、鸽子、鸡、鸭、鹅。鸽子。嗯，还有鸽子。看我们的市场啊，应有尽有，非常集中。有那种鸡蛋型的，是鸡蛋型的。
就是给他弄那种就是毛少的，让毛多的他。对，我发现老年人喜欢吃这东西，然后现在年轻人一般想不住。这个东西他吃了有一点好吃。吃了跟那玩的。嗯嗯。俺那俺现在好吃这个东西。走，看你能吃几个，吃几个算几个。我只能捡那种、嗯，就是那个。老张。这种是还没弄活的吧？我哪里了？这还没捡活的呗。这么捡活那我不敢吃它带毛的。你可以学嘛，你可以学。嗯。你可以选。这是他们在你，这是你们选好的，这是一个人。稍微找。一般没有那个心理上的那个感觉。我好长时间没吃，有毛大的。那个毛多的有心理负担，是吧？一般是接受不了，但是的，它这个味儿确实是好吃。这个。嗯。这两个。嗯。是不是剪出来之后这毛都出来了，还是咋回事？嗯。没有毛就点毛。一个人。这个不是一个吗？哎，对。可以，我这个算呗，这个。算的。再算三个是吧？原来干活的时候哈、啊，然后原来吃毛的人多，现在吃毛的人还多吧？嗯。这是整一点辣椒。这是小零食，一个地方叫火煮的哈，有的地方。嗯，一个火煮的。中，都搁这吃，都搁这吃。嗯。那你。嗯。这河南。嗯。河南特产。人家是没有的呀。叫毛蛋，相当于就是那个，相当于就是鸡的，它那个鸡蛋是孵不出来鸡卵的鸡蛋。对，孵化不出来的，然后就把它当活煮的吃了。它这个还有营养。营养挺高的它。还有吃毛蛋就是单边吃那个，就那种带鸡卵那种，是吧？这个奶奶吃的是带毛的呀，还是不带毛的呀？奶奶。带鸡卵的。啊。鸡卵的。嗯。我咋？我哪一点的吧？它吃香。很香，我跟你说，你这给外地人看了，这外地朋友他不一定能接受这种吃法，知道吧？嗯。咱这吃的很多，夜市上卖的可多。嗯。夜市上也有卖的毛蛋。有。嗯。咱这是白天，一天都搁这儿是吧？对，就是俺自己的放的。放的有放。奶奶吃的是这种带毛的，你知道没有？这是鸡娃的。这个奶奶经常搁你这吃是吧，姐？这个奶奶她一次能吃几个呀？我看她还挺喜欢吃的，一次三十个，可以，她不能吃太多了，营养太高了。这个吃的又焦又香。嗯。你是要了三个是吧？嗯。这个奶奶一顿能吃四个。对。一个人能吃这个，我要的这都等于说是给鸡蛋形式的。奶奶今年多大了？奶奶？今年多大了？奶奶？60多啊！不像那不老的，对，这里皮肤可好是吧？嗯，戴帽的挺吓人的。多，你也吃。他们不害怕吗？戴帽？不害怕。嗯，你也吃，吃毛的。对，我知道，就是他直接把毛吃下去嘛。对。咦，那真是。别怕这样。嗯。是的吧？咱们这吃毛的，就是吃这个。咱们吃的都是戴帽的。反正戴帽的吧，一般要能想住了吧，其实戴帽的营养更高。戴帽的香。戴帽的营养更高，让它味道更香。这煎了之后再翻一下。以前咱不光是老年人，俺那年轻人吃，就那种小孩他们也吃。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俺进的赶集，说的那个，你问我吃毛蛋吗？他就给你买的那个。也那个学生吃了这个紫荆丝，是吧？那紫荆丝还是多营养的。好吃带毛的。带毛的。带毛的，我看见都害怕。恁还既然喜欢吃带毛的。小孩也喜欢吃带毛的。吃。我出去打工去了，出去打工去了，他这2年都没回来了，回来都捡到了。这个不好吃。这个是的吗？是的。三个多了。要辣椒呗？要。这个可以的，你辣椒给它翻上一个兜了。这是什么？有面你吃干啥？那是脆的，这个是脆的吧？来点脆的，甜包。再买点脆的吧，甜包可以吧？甜包多少钱一斤？甜包是20元4斤。要呀，这大的好吃，小的好吃。我
这是个啥馆呀？这是个筹划会。这，但他不愁啊，姐，我看。不愁，他也挺好看的。筹划会。他不但不愁，他还好看呢。我感觉你叫人筹划会有点不合适。你是建议吧？有小孩儿喜欢吃脆的，脆的那吃的吧。那个这洗洗，它洗是纯面面，洗洗它会缩呗。缩，多少缩一点？那多少缩？现在先用那个城里那个锅，城里多少钱？这个卖15，那个卖10块。我拿那个15呗。就是我在那儿弄的，能不能给我优惠一点？能。这给俺家的，俺家的碗是不是来给他接？便宜，这塑料一个15块钱。这种是塑料的是吧？对，底下有个样式，它是。但是它浅。它是这种的。就买一个，这种盆也中，然后就是比家里那个大一点，比大的再小一点。嗯。我们市场这边东西就是全啊，啥都有。先男娃他喜欢穿那个长稍微长一点的，那个8岁，8岁长不到吧？嗯，长腰的是啥？这那这是长腰的。这可以穿到多少岁啊？这20。8岁都可以穿。这是一个米老鼠，你看你要个什么配色的？28啊。这个姐给了个优惠价是吧？连袜子带回去。那处理是便宜是吧？我说的是这个是我们经常过年的时候来采购挂肉汤的那个姐分买卖油，对吧？都搁这买的，是的。结婚买喜糖的时候，强子也是在这买是吧？对，主要姐的东西也好，价位也实惠，都搁这买的。我说的来逛街，我买了一点东西。你吗？这个就是好的，都拿给你尝一半吧。装1元一斤嘛。装1元一斤。哦，这是你说的是恁姐他们卖的是吧？搁这儿的。我说那卖瓜果的，咱卖去卖那个。超市的香蕉估计都在3块钱以上了，你这1元一斤。这香蕉这都卖的都2块，最少得1.5块。我看能卖的都1块，好好都。给姐老熟人了，嗯。这个我，这都是爱吃。给这个大爷换点那个用菜换香蕉是吧？菜咱自己种的呗，大爷。是的。看的可不错。这个是大爷的这个货车啊，用菜换香蕉。用自己的菜，然后换点香蕉
是可以。不管一块五，管你这四块零八分。嗯。好。接着说你。那你也要的吧？那不要，黄瓜在冰箱里边有的。他冰箱的黄瓜好些都没有吃完的。走吧，强子。嗯。到饭点了，咱们在那个市场吃个饭。看是大排档还是大排档旁边也有小饭馆，都可以啊。都可以。嗯嗯。到饭点了。嗯，那另外的东西在我那个车子上，嗯。啊，今天也买到了我该买的东西。主要就是个篮子买到了啊。还有围裙是吧、嗯？这个篮子真是太精致了，物有所值啊，40块钱。回家那个菜是吧？可以放了。这有没干菜肉饼吗？没有。啊？我今天大小姐卖的油是吧？嗯，咱瑞波喜欢吃那个梅干山肉饼。嗯，梅干山肉饼。嗯。就是啊啊。啊啊。小小的，嗯，嗯，那上面放的烧饼是哑锅的吗？还是？对的。哦，咱们哑锅。嗯。这钢丝锅的烧饼是最好吃的。啊、哦，是的，是的。饭点吃的就是个新鲜，嗯。没事，饭点吃又不吃了。嗯。就是要甜的呗，要甜的先不能。哎，我要甜的。嗯。好，谢谢啊。谢谢。好，香很。好。嗯，要香要香的。其实我觉得甜的、咸的都好吃，嗯，只不过我更偏爱这个咸的。鲜香，中华的，中华的好吃。刚才那个有两个人，一个叔吧，一个姨，他们就在路边吃的，吃的就是个感觉，老家是吧？2块钱一个大饼，如果说你不吃其他的，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如果减肥的女生来说，这一个大饼，对吧？就搞定了饭。那再配一个饼，再配一个。那个麻辣那个什么酸辣粉儿，或者一个毛肚儿，是吧？麻辣毛肚儿，粉丝再配一个。是的，是的，走。你吃啥？便便面，走吧。姐、啊，还有肠粉不？有。给俺媳妇来份肠粉。好嘞。要啊、哦，谢谢啊，好嘞。要是你带上牛呀，我吃了我饭拉掉了你。俺家闺女也喜欢吃这边姐的这个肠粉。我想吃那个拉掉的，想吃那个泡椒的。是人带葱花的，葱花。我很认可这个辣。你认可，多吃点，吃一点。刚说我一会儿吃。嗯。我下一会儿。大一点。大一点。激动要运动，肯定好。你激动要打。就咱这边煮好面之后是油泼一下吧，是吗？是的。哦，相当于是油泼便便面。对。别来了。姐，咱开12年了，咱面馆是吧？对。对，12年。我记得我17年回来的时候，咱这面馆都有了。是。那时候这边是7年多了，那时候。主要咱这个味儿可以哈。是。咱回头客特别多。嗯。
可以尝一尝啊。我主要是蘸粉。光吃蘸粉吗？这个铺上这个辣椒，这个、辣椒铺上这个油特别的香，再加上它炒的这个肉香菇臊子，猪肉香菇，这个面吃起来特别的劲道。想吃辣的可以多放辣。我也喜欢吃这个面，只是今天我吃了一个烧饼。还是那个味儿，嗯，劲道，非常劲道，辣辣的，非常香。这个是肠粉，打个鸡蛋。节前的肠粉蒸的话，一般蒸几分钟啊？一分多钟。哦，一分钟就好了。嗯，相当于是一份的话是，一份是两层是吧？对。嗯。可以稍微来点辣，没事，我拿着吧，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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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好，我拿啊。好。你还喜欢吃辣呀？嗯。你这，你看我早上给你带的时候，都是可能到家之后，它不是刚出锅的哈，口感差点。突然信息不在，然后就吃这个辣。蘸这个汤。他说要有味，有点辣。这辣椒好吃。嗯。那我们橘子会吃不？蘸的剁椒汁，还有那个什么人家调的香菇料汁，吃的。因为剁椒有味。嗯。你看那肠粉。嗯。鸡蛋肠粉，你早上的话吃点肠粉，也挺有营养的。对。再喝点这个豆浆。好，干洗回来了。哎呀，看我那要买个盘儿。有啊。别的盘儿。这盘儿。这是一个老式款。吃啥买啥。现在吃香蕉呗。给奶奶拿个香蕉。不吃了。吃吧，这个我给小川拿的油，这吃个跟那个街上卖的酥酥的。给孩子油。油。嗯。现在咱们那个面包给那个奶奶一个吧。嗯。面包他能吃，他面的，他还能咬动。可以。那年纪了，他光吃这个面。小看我每次下楼看见他特别亲，对咱小孩儿，看见他的像现在咱老儿，嗯，这种小面馆，可以。啊，做完熟食行了，恁俩吃。啊，好，你好。我给你搁桌子了呀。哎，搁这吧，你看。这我拿过去的，不叫孙女儿吃。家里都有奶奶啊，你坐这吧啊。坐这好好凉快凉快啊。坐这凉快呀。走，奶上去了啊。啊，吃吧，我喝上杯吧。嗯。还有我奶奶。Ha ha ha!